来巨匠，你可以上我们的主题课程生活绘画、旅游英文跟单字文法。来上我的课程，你会有大量练习口说的机会，学到最标准的美式发音。要加一个 word。透过巨匠的情境式主题对话，让你的听说读写全面升级哦。我会融入最道地的生活绘画，带你认识最新的美国文化和流行用语。我在巨匠线上等你哦。